韩董辅导，六位啊，不分之一位。好，这个舞蹈班是由我们萧淑芳班长所领导的，第一首舞曲为大家表演《浪花姐人生》，请出场。Thank you.
大家郑重的介绍一下，今天场上六位表演者是班长萧淑芳小姐，还有彭许妙珍小姐、范江素荣小姐、廖良英小姐，还有一位是统统小姐，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学员邱一琪邱姐姐。那这个舞蹈班呢，每个礼拜五在桃园实际运动中心在排演，主要是以日本舞为主啊，目前他们最年长的呢已经有到80岁了啊，好年轻哦。那在这边顺便做一下公司班广告，他们9月27号有一个班要马上就要开班了哈。那9月5号以前报名的呢，就享有85折的优待。65岁以上的85折以后再打7折。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打，能打到5折有。那名额有限呢，额满为止哈，请大家尽早报名，有兴趣的话哈，都去参加他们的舞蹈班。接下来第二首舞曲，第三首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保民服了。第三首是河内男人节，好，现场来宾给他掌声鼓励。